老板，一碗豆浆，三个包子，快一点。好了好了，这就来。来了。许伯伯早，早早。您吃点什么？啊，老规矩，咸豆浆，烧饼油条啊。好的，这就好。来了，好了好了，您吃点什么？一碗豆浆，三个包子，快一点。好了好了，这就来。哦，三位要点什么？啊，稍等稍等啊，这就好这就好。哎，我也要碗豆浆和油条。好，这就来。我依然是你看不起的小寡妇，可是你租我的房子，在你去大陆学武功这三年里，全部的衣物我都原封未动。怎么，要房租啊？哼，当然不是，我来接你，只是想让你继续租我的房子。到了，下车吧。房子依旧，人也依旧。哎，来了。刚从大陆学武功回来，了不得，什么八卦追风掌、神腿连环踢，还有，哎，反正说不上来，反正都是正宗的，了不得，了不得，咱别惹他了，要是叫他打了，那咱可惨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啰嗦了，走。你们想干嘛？你给我闭嘴！现在我告诉你，我们要干什么。你是曲强，从大陆回来的武神是吗？哼，你倒是说话呀，说呀。嗯，是跳舞的武神吗？啊！哈哈哈！拿开你的脏手！他是跟你们有仇，还是欠你们的钱？你给我闭嘴！现在我要打到你们不能说话为止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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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住手！他有枪！我让他们赶快滚，要不我就打烂你的脑袋！走，快走啊！滚！我看这把枪你留着防身吧。谢谢，我不喜欢用枪。走吧。
这杯酒祝福你从武术故乡学成归来。谢谢。听说大陆习武不能碰女人，现在呢？对不起，我不想。三年来没有想过我吗？看着我，我想出去走走。等一下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说吧。三天前，你父亲交给我一包东西，让我亲手交到你手上，就在枕头旁边。去前乌尔，我知道你快回来了。爸爸如有不测，你就将这100万块钱拿去做点小生意。切记，永远爱你的父亲，取星列秦鄙。如有不测。你老爸还是很疼爱儿子的嘛，居然还留了100万给你。哎，去哪儿？强哥。哎，等一下。强哥。你是？我是阿狗的朋友小琴，你没有忘记吧？现在你爸爸出事了。什么？他人在哪儿？你快说呀。他被3名枪手给枪杀了，死了。人在什么地方？快带我去。好，强哥，你跟我走，快。哎，等等我。喂，周大富吗？啊，周大哥，七星烈已经被干掉了。嗯，我要3克拉的钻戒才可以哦。我的原则是赏罚分明。任务既然完成了，那当然要赏。3克拉钻戒随时可以找罗主任拿。啊。那就谢谢我亲爱的周大哥喽，保持联系呀，周大哥。听说他的儿子曲强已经回到澳门了。是啊，周大哥。喂。喂。没想到我父亲死得这么惨。哎呀！
们这些狗娘养的，杀死了曲伯伯，还要杀他的儿子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算了，咱们走吧。东方科技院首席工程师被杀，怎么会被渔民撞见呢？啊，对不起，请问林廷柱先生的办公室在哪儿？转弯上楼，他在主任室开会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林伯伯，我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？你不怕死啊你！林伯伯，你为什么说这种话？哎，你父亲就是因为这批新型的 CIM 飞弹已经快造成了，弄出50枚可以发兵小台。这种事情我不会干的。哎，你只要把研究出来的飞弹分一半，假借报废的名义运出去，事后呢，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。销售的路线已经找好了，到时候有了这笔钱。这辈子你是花不完喽！伤天害理的钱我不赚，失陪了。徐经理，你这个工程师是我让你干，我也可以让你不干，甚至让你干不下去。罗主任，对不起，告辞了。你，许强，你爸爸是个有忠贞思想的工程师。所以今天才落到这个下场，复仇不共戴天，我去干掉他。哎，曲强，你不能去，不能去啊！林伯伯，哎呀，放开我！曲强，林伯伯，报仇事小，放手，要顾全大局。林伯伯，哎呀，哎呀，现在不是时候。据我所知，幕后主使人才是元凶，你就听林伯伯。你说真的？是啊。哎。你看看，不妨从这儿查起，或许可以找到真正的元凶。快报杂志。各位，今天出版的头条新闻不准再发稿。还来找你？嘘，听见了没有？我再说一遍，今天出版的头条新闻不准再发稿。于明，今天先给你个警告，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的脑袋打烂，听明白了吗？走。你找什么人？请问有个叫于明的吗？哎呀，于明还会功夫啊！这于明还会功夫，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？就是啊！你就是于明？是又怎么样？于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来道谢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我说的是真话，请住手。不错，我就是于明。刚才有两位杀手来过这里，你看，这就是他们的杰作。这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家父曲星烈。哦，他父亲就是曲星烈啊。是啊。我是来查报上的新闻的，找执笔者，
主要是怀疑跟东方科技研究院有关，请于小姐不要误会。前天早上，我捡到了你父亲的辞职信，我才登出这些新闻的，要想查出凶手，恐怕会让你失望。虽然我没得到答案，但认识你，我很荣幸，于小姐。哎，郎有情，我们看出来了。哦，真是啊，郎有情，妹有意哦。哎呀，胡扯什么呀？别胡说了，快整理一下，不然社长要批评我们的。哦，快快快！房子只有45平，价值1500万，地段也很好。如果买下来开咖啡屋的话，倒是很适合的。周大哥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谢谢。刚才我说的话，你听见没有？燕秋，不要紧张嘛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待会儿到我的房间开张支票去领吧。嗯，谢谢周大哥，干。组长，这事儿我们好好配合一下。哎呀，200万小事儿嘛，男人没有钱呐，可真惨呐。女人嘛，哄哄他嘛，好好合作。哎呀，咱们男人嘛，不要让女人家给看扁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怕老婆嘛，也是男人的本色。你说是不是？好了，不跟你聊了，我们见面再说啊，再见。哎，组长，不好了，会杀儿子的夫人来了。啊！哎呀，你在这儿 啊！你不要，不要！我天呀！不，你行啊，你是吃饱了撑的，人前人后说你怕老婆，别人还以为我多心多恶呢，管账不上，每天扭的痛快。你什么呀？你，哼！好了，老婆，你有什么事回家再说，好不好？好，回家再说。我现在就回家把儿子杀了，然后再杀我自己，好了吧？哎呀，好了，老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说什么，哎，你就说吧，你就说吧。嗯，哎呀，你个评评理嘛！好，我评评理，我评评理。我费尽了青春，费尽了心思，把他弄成刑事组长，结果他生气了，他不听话了，我不要活了，好了，老婆大人，你不要死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按照你赚钱的计划去做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再饶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再饶我这一次吧。真的，真的要赚很多钱才可以哦，陈家宝，我限你一个月之内要赚200万给我花，这样我才能穿漂亮的衣服给你挣面子的，知道吗？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你，现在给我一点面子，回家去谈好不好？哦，对，我可爱的家宝，就这样好了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你一定要用你的聪明的脑袋。多赚点钱啊，拜拜。老婆大人，您慢走啊。恭喜了，又打赢了一仗。曲星烈被杀的档案材料写好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那少废话，赶快去写好不好？是是是。组长真厉害，标准的两面派。
不要吗？为什么？别闹了，小寡妇在外面等着强哥呢，给他听到我们干这种事，多难为情啊！哦，嗯，小寡妇在这儿等强哥一待好几个小时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再说了，这么大声音，别让他听见了，你别说了。哎，其实从强哥回来以后，这几天我心里总是毛毛的，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。强哥这个人真是一条好汉。就是的，他是非分明，恩怨分明，黑白分明。他当年为了救你误杀了红毛，还受了重伤，不然的话你呀早就没命了。你放心，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这辈子我跟定他了，更不会忘记强哥的。那就好，算我没有跟错人。这小寡妇真他妈的讨厌，想强哥快想疯了，好像一天不见到他都不行。这娘们真他妈的骚。哎，嘘，别嚷嚷嘛，让他听见这话多不好意思啊。可能是强哥。强哥。小寡妇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大英雄，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你五个小时了，快进来吧。强哥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强哥，我们才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。对，说得好。走，我们去喝一杯。好。强哥，你今天去过什么地方呀？强哥去过什么地方要你管啊？你，我去了父亲上班的东方科技院。走吧，强哥。强哥，我今天一定要好好陪你喝一杯。好啊，来，走。快走！过来！军长！怎么办呢？手，快！好。
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，还在想那件事。你没有看见，他们不该走这条路，他们是为我而死的，都是因为我。人是感情动物，不是为你，就是为他。生命的脆弱，勇气，就在一念之间。他们是为你，没有错。但是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你就不要再难过了。父亲被杀，兄弟也因为我而死。我是人，我不是神呐。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当时装死，才逃过这一劫的。装死，又跟踪到这儿。好厉害的女人，我真是低估你了。我是临危不乱，只能这么说吧。罗主任，这批新式子母飞弹已经完成了，你看，这是样品。好，可以赚大钱了。罗主任，你将要发大财了。说得好，不会有什么差错吧？按照您的指示，已将1000枚新型飞弹全部如数装箱完成，运到没有人能发掘的地方。嗯，我以生命来担保，但是。您答应给我的酬劳呢？嗯，我怎么能让你活着一辈子来威胁我呢？对不起，去见你的同伴曲星烈去吧。你，罗主任，你背信弃义，你。这些钱你们拿去花吧，尸体给我好好处理。是。只剩下两个执行者了，曲强、于明。这个地方虽然破旧一点，但是个很安全的地方。我要你好好的陪我。你说过你是人不是神，人是有七情六欲的，我是真的很坏吗？还是我不是那种能讨你喜欢的女人？你长得很美，可男女之间的事情不是我现在的心情所能做得出来的，给我点时间好吗？等你心情好了要答应陪我。其实我并不是个坏女人，我告诉你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算了吧，没有条件能让我屈服。上面派我杀他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告诉他吧，不如让他去拼一场，拼活了我还有希望，拼死了算我倒霉。科技研究院最近会交一批新型的飞弹，这批货一
已经全部都完成了。什么地方交货？时间、地点，快告诉我。对不起，目前我还不知道，不过我一定会知道的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是科技院的人，不必揭穿他。要知道杀我父亲的幕后主使者，他是最好的线索。你如果知道消息的话，请马上告诉我，我会谢你的。真的，不能骗人。当然。陆主任，以前没飞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非常好。这次的交易只要办好的话，那银行里的500万美金就是你的了。至于林挺柱的事情，我正在处理，你放心吧。林挺柱，名字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林挺柱到底挺得住还是挺不住。最重要的秘密被你听到了。是我的敌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把他拖出去吧。是是。大哥，理查先生到了。理查先生，很高兴周先生看到你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到了，不好意思，没到机场接你们。没有关系，在我身旁的是枪纳少校。欢迎，欢迎。在你们面前展示的是本单位研制的新型追风子母短程飞弹，编号 CRM88， 它的功能具有红外线导引、主动雷达巡标，重量达50公斤，最大射程20公里，爆炸的范围为半径1公里。我们这次的飞弹交易，所有的事务大功臣是罗主任。我们敬他一杯。哪里嘛，大家都一样嘛。其实是周大哥策划的好。先生对那个飞弹还满意吗？我很满意。这一批飞弹是不是1000枚？如果好用，下一次我要2000枚。明天我会把1000万美金汇入周先生在银行里的户头。先生，你看怎么样？理查先生，那么我请问，剩下的余款是不是？对，剩下的余款等我看到货，我会全部存到你的户头里的。谢谢。达夫，我们终于成功了。你忘了，我告诉过你的，我的生活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的。记得，记得。这个我怎么能忘呢？不过交货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不方便露面。来，组长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呀？我在想事情呢。我是你的学长，对吧？你今天有这个副组长的位子，可是我一手提拔的。你答应过话，你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永远遵守。我叫你往东走，我绝不会往西行。好，算我没认错人。组长啊，您多提吧。
理查先生，你好。货已经全部装进了货柜里边了。为什么不把货柜运到码头的附近呢？我们约好的船后天才能到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暂时把这些放在这里当围墙，不会被人发现的。李查，我们要不要跳一箱看看？啊，要。我要那一箱，小浪先生，请你打开我的手指的那一箱，将里面的飞弹拿出来让我看一看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当然没有问题。你们两个去把那一箱拖过来。把那箱飞弹让这两位先生检查一下。是，请。小心一点。怎么可能呢？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。是，装起来，快！追洋人去了，朝那个方向。好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组长，你一定要办好，一旦东窗事发，我只有咬牙独自尽。组长好。车里坐的是不是两个洋人？是。这两个洋犯人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们回局里待命。快的，干好了。组长，我们想去放便一下。这件军火案牵涉很广，你们要看紧一点，要让他们跑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对不起，让你们受惊了。周大富有交代，让我好好的保护你们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
很好，我会让周先生好好讲理你的。谢谢你们，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。好，走吧。好。嗯。对不起，那件事出了点岔子，让你们受惊了。理查走的时候说对你们的工作也很满意，我要好好谢谢你们。燕秋啊，嗯，去拿给他们。嗯。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。够你们用的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可以走了。记住，以后不要随便到这里来，有事情的话就打电话联系好了，滚吧。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再见，再见。曲强和于明这两个人，大哥要把他们干掉。于明，什么事这么急？啊，没什么事啊。小浪人，社长，我这儿有条大新闻。哦，好。这么大的事，不是捏造的吧？社长，你没有发烧吧？我可是拼了性命才搞到这条新闻的，怎么可能是捏造出来的呢？你要是不信，可以问组长。信，你是巾帼英雄。不过呢，组长已经打过电话来说，不准发稿，过两天再说。这其中的原因嘛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就这样了。那么好吧，只好随你便了。不过材料我已经交给你了。于明，三线。接电话吧。嗯。喂，我是于明，你是哪位？哦，曲强。于小姐，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。能有什么事我能帮上呢？请不要刊登昨天的新闻。你也不愿意刊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从侧面打听到的消息，如果刊出了，你会有危险的。我是不怕死，你若有三长两短，我会过意不去的。有些事情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我想明天见面好吗？哦，明天。嗯，听你谈话的口气，好像是在谈恋爱嘛。那好，就这样，曲强，再见。哎呀，不是的，社长，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。啊，好好好，不要瞎说了啊。好好好好。周大夫真是个有心人。莫非你们社长也被收买了？这是我的看法，我怕你有危险。谢谢你的关心。你不用客气。从我巧遇你父亲被杀的那一天开始，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，我们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了。我现在已经改变了对你的感觉。对不起。你一个人住？是个男的？是个女的，是我的房东，
我在他那住了六七年了，是个寡妇。住了这么久，你们之间有没有？一切都是缘分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人要有点默契，以后才能互相照顾。大哥，就是他们两个，没错。上。等一下，这是给你的小费，麻烦你叫老板娘出来一下。谢谢。哟，稀客呀，原来是组长啊。老板娘。怎么，今天有空来喝咖啡？老板娘，我是来。我说组长，今天晚上太匆忙了点吧？上面交代的吗？我说组长，不要叹气嘛，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？这件事要做不好，我就过不去了。组长，玉明，追呀！奇怪，玉民真的失踪了，连扣机也不回。奇怪，怎么没人接电话呢？别动！哎哎哎啊！哎啊！啊！哎啊！哎啊！玉明，玉明，什么事？这么紧张啊？没什么事，待会儿再跟你说。社长在不在里面？社长正在跟几位警察谈话呢。哦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放开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也管不了了。是你，小浪人。玉明啊，算你倒霉啊，碰上这档的新闻，你就认命吧。谢谢社长。玉明怎么了？上帝保佑，倔强快出现吧，不然我就没命了。倔强，你快出现。去抢！快快开枪！
你们终于逃出来了，不简单啊！我在这里等你们好久了。你怎么知道渔民会被抓？又怎么知道我们会经过这里呢？你这位女朋友长得非常的清秀俏丽，怪不得好几天都没看到你呢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房东。大姐真漂亮啊！谢谢你的赞美。我现在要回答你们的问题。为什么我知道你们的行踪？又为什么我在这边等你们？我想先暂时不告诉你们。我来这儿的目的是要告诉曲强，他的杀父仇人今晚会在慈善晚会露面，还有亲手杀你的小浪人也会在场，是个报仇的好机会，去不去你自己决定好了。你的消息准吗？我不是闲着没事干的女人，晚上这场仗很难打的，你自己要小心点。凭我的直觉，小寡妇和他们是一伙的。你看她说话那眼神，看样子就是她是因为喜欢你才赶到这儿来帮助你。这些都不重要，今天晚上是我报仇的好机会。玉敏，今晚你不要去了。这么快就要把我甩掉？你别想。哎呦喂，哎哎哎哈气呀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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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曲强，你死定了！你们跑不掉了，到阴间去当你的武神吧！干掉他！流量瞎子，来吧！Good.
别动！别杀我！我把所有钱都给你们。不行，不能放虎归山。要是把你留在这个世上，还不知道害死多少人呢！快说，周大富在什么地方？快说，周大富在哪里？都是周大富指使的，你们去找他吧，快去吧。丫头，糟了，他们又来了，我们快走。快追，不要让他们跑了。是。我吓住了，你要忍着点儿。后悔的，我不是一个能适应现代的人。不，我既然已经说了，就不会后悔的。这是我一贯的做法，如果是错，那就让他错到底吧。大家分散，看见就格杀勿论。是。他们来了。走。副组长，这里有可疑物。副组长，你看，他们一定是在这里过夜，我们赶快到附近搜查。快，走。是。你跑不掉的，这个坏蛋，我去干掉他。哎，徐强，你不要出去，这些人渣不会有好结果的，等你的伤养好了以后再说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出去。听着，徐强，于明，你们跑不远的，有种的快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们躲在这里，懦夫、孬种，什么狗屁武神，赶快给我滚出来！谁要是看到他们，立刻开枪！跟我走吧。你们等一下。好了，我们上当了，追！快点！追！
罗主人已经死了，小浪人只是被你们打昏而已，剩下族长等人在追杀你们，但是这些人的幕后主使人在哪儿，你们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周大夫这个人铁面无情，杀人手段凶狠恶毒，会让你们永无安宁之日。子弹在你的肉里边，我来把它取出来吧。我来吧，我看这种事比较合适。没关系，这颗子弹还要不了我的命。想除掉周大夫，我倒是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说吧。很简单，去强单独留在房间里。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讲吗？随便你们了。玉明，你出去。不，我不出去。为了除掉大魔头，就算我求你了。我不想出去。答应他的条件，也许他真有难言之隐。给我杯水喝。这种事儿，等我们伤好了再说，好吗？真的，你可不能骗我。说的对，这是小寡妇的车，他们就在房子里面。走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点儿！对不起，副组长他们带人来了，快走吧。不许动！对不起，你的命太值钱了。嗯，哎，哎呀，啊！啊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了，躲走。周大夫家就在这里，擒贼先擒王，我们杀他个措手不及。你受伤了，曲强也受伤了，我们改天再来好吗？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，你听我说，你跟渔民留在车上，我一个人上去就够了。不许动！哎呦！我们也去吧。走。走。理查先生来电话，再要2000枚。这件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3个月之内交货。小狼人，这件事我交给你去办理。是，如果办妥了，我会奖赏你的。谢谢大哥了。对。
人。你小子胆子不小，处处和我作对。今天我把你剁成肉酱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哎！啊！呀！哈！呀！啊！哎！啊！哈！哎！啊！哎！哎！哎！呀！我！啊！呀！呀！把那财神也打死了！刑事组长陈家宝，冯凯瑞。
启强，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？你看，大陆是武术之乡，在那里武术只是用来强身的。可是在这儿，族长社长都被他们收买了，我们现在无处藏身了。去哪儿？去大陆。